would come up against us. The synergy with air, land, and sea. 2016年底，新年的气氛越来越浓。然而，一部纪录片却在网络上弥漫起不安的情绪。这部由英国人制作的纪录片，片名为《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I mean, if you were in Beijing, looking out, you stood on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Beijing and looked out at the Pacific Ocean, I think if I was Chinese, I'd have a little to worry about. 影片的结束词写道：“分布在中国周边的外国军事基地，密密匝匝，像绳索一样，牢牢套住了中国的脖颈。这样的严峻局面，已经远非一日。”人们不禁要问，我军能不能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安全态势？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初，习近平就充满忧患地说，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住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这三个能不能，是习近平的圣战之问。这三个能不能，也是人民军队战斗力建设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这里是北京名胜西山八大处，在著名的灵光寺旁，当年曾有一座同样著名的招仙塔，供奉释迦牟尼佛牙舍利。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山梁之下的这座巨大营盘，过去曾是北京军区机关所在地，如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领导机关。2013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就是在这里，习近平向全军发出号令，要始终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尽，切实把部队实战化水平搞上去。距离北京600公里的内蒙古草原深处，一场大规模的实兵实弹演习交战震撼。从牧草泛青的春季，到雪花飘落的严冬，这场代号为跨越2014中日河的军演，由当时的七大军区各派出一支陆军合成旅与蓝军旅进行实兵对抗演练。车轮大战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6-1，蓝军胜，红军败。我们从南方满怀信心去参加演习，结果一下子被打懵了。说实话，战斗力标准过去也常说，打了胜仗可能没什么感觉，而一旦吃了败仗，再来看习主席为什么在战斗力标准前面强调唯一的根本的这个双重定义，我们的理解和感悟就完全不一样了。战斗力标准是什么？战斗力现状怎么看？战斗力建设怎么办？一场思想的风暴迅速在全军刮起，如同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样，战斗力标准大讨论就像尖刀剖开了军队战斗力建设完整顾及的病灶，要求每一名军人
必须做出诚实的回答。战斗力标准大讨论，实质上是军队根本职能的返璞归真。从军委领导到普通一兵，人人全程参与，上至领帅机关，下到基层班排，层层反思检视，力度之大，影响之广，器中要害之深，实属罕见。1960年5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曾经来到过这个训练场。在观看了中国陆军的军事训练后，这位二战名将说出了一段名言：我要告诫我的同行，永远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然而半个世纪后，朱日和草原上模拟外军的蓝军旅，让一支支骁勇善战的陆军部队遇到了强劲对手。这支看似神秘的蓝军部队是哪里来的呢？历史似乎穿越一般，一路风尘呼啸，又回到了原点。这支部队就是从蒙哥马利元帅参观过的营地开赴北疆草原的。对于他的来世今生，曾经败在过他们手下的这个装甲旅最为清楚。2011年，当时的第65集团军某装甲师一分为二，变成两个旅，一个留在燕山脚下，一支挺进草原深处，后者就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支成建制的专业陆军蓝军旅。两支部队犹如一母同胞的孪生兄弟，人员一样，装备一样，以往的训练也一样。时隔3年，两支几乎一样的部队首次对抗交手，胜负的天平却发生了剧烈倾斜。到了没有？后边的部队都压住了，赶快到位，快的，24种资本必须把前方道路给我开通。这是当时对抗现场的实况录像。兵败草原的那一刻，红军装甲旅政委刘海涛流下了泪水，那个鼻子上面都那个土，哎呀，没土，这确实的，我堵着的，哎，我都手脚都。我们这两支部队呀，族根相同，又是孪生兄弟，这次上来对抗检验，我们信心呀十分足，想打赢他们。但是经过7天，我们输了，我们输的也很痛心，输的也很值。我们反思为什么我们输了，吃了败仗。我感觉到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没有按照实战的要求去练兵。战斗力建设这个根本的标准呀，在我们党委班子，在我们各级指挥员中还没有真正的树立起来。红蓝铅笔，军人再熟悉不过的标图工具。在军事地图上，红色代表我军，蓝色代表敌军，红胜蓝败曾经是军队演兵场上约定俗成的惯例。然而从那个夏天开始，这样的惯例被打破了。6:1暴露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第2年，依托位于内蒙古朱日和、安徽三界等大型综合训练基地，陆军29个旅团与蓝军部队展开实兵对抗，均为红败蓝胜。这样的结果震惊了全军。
和平是对军人的最高奖赏，也是军人面对的最大考验。打仗主业不突出，训练思想不端正，影响到部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你可能分不清这是军营还是公园。一度，花园式营区成了部队驻地建设的标配。本来应该动若风发的野战军，却在城市里过起了日子。军人背上了这些坛坛罐罐，一旦战争来临，还能义无反顾拔腿就走吗？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习近平指出，训风不正是对官兵生命、对未来战争极大的不负责任，危害甚大，必须坚决克服。统帅的话语戳中了三军将士的心，长期积累的弊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军事训练就是战争的预演。习近平说，军事训练抓什么？我想就是实战化。2014年3月，中央军委颁发关于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意见，系统提出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主要任务和措施要求。随后召开的全军实战化军事训练座谈会，深入检讨反省与实战化要求不符的突出问题，颁发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暂行规定。军委机关和战区军种机关都成立专门的训练监察机构，完善训练管理链路，建立纠治训风、演风、考风长效机制，持续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2015年2月20日，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发表了题为《朱日和之狼：中国蓝军已成气候》的文章，详细介绍了这支以张开大嘴的狼头为标记的部队。来自全军的红军部队接连在朱日和吃了败仗，多少心里有些不服气。2015系列演习结束后，我建议在当年最后一次演习当中再加一场，双方互换角色，让一支曾经叱咤战场的陆军劲旅担负防御，蓝军转入进攻，结果还是蓝军完胜。说实话，蓝军旅成立时间并不长，战斗力并不是很突出，这说明了什么？周志国曾担任过蓝军旅的第一任旅长，他知道蓝军部队之所以连打连胜，胜就胜在他们的训练更接近实战。真正接近战场，就贴近了战争。关于在党委领导工作中贯彻落实战斗力标准的意见印发全军，第一次明确了党委在落实战斗力标准上的责任。从南国丛林到西北大漠，从深海大洋到万里苍穹，伴随着战斗力标准大讨论的日益深入，全军将士毅然决然投身实战化训练大熔炉，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冬日的长风掠过全城济南，
习近平冒着严寒来到济南驻军某训练基地，叮嘱部队领导要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部队最缺什么就专攻精练什么。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下，摔打锻炼部队。如果说在内蒙古草原深处锻造的是陆战之虎，那么位于西北大漠的这方广袤天空磨砺的则是空战之鹰。2014年秋意正浓的时节，来自空军的14个航空兵团成建制飞临西北，开始了人民空军空战训练的一场革命，这就是自由空战。现代空战，空中态势瞬息万变，胜败就在分秒之间，战斗机飞行员的自主裁量权尤为重要。自由空战就是对抗双方在不设定条件下自由攻防，依据双方在空中的态势、采取的战法和攻击效果等情况打分评定输赢。金头盔，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最高荣誉，就诞生于自由空战的擂台。作为参与打擂的80后飞行员，三次夺得过金头盔桂冠的蒋佳绩，对第一次打擂时反败为胜的逆袭还记忆犹新。信息主导，体系支撑，精兵作战，联合制胜。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从车臣战争到叙利亚战争，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在加速演变。在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指出，研究作战问题核心是要把现代战争的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搞清楚。现代战争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看上去眼花缭乱，但背后是有规律可循的，根本的是战争的制胜机理变了。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把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搞透，否则的话只能是看西洋镜不得要领。布满了蜂巢一样格子的大屏幕上，千军万马正在激烈对抗。发生在一名坦克手身上的战例成为课堂上的研讨话题。能联系上吗？联系上咱自己干了，直接往里边插就行了。上车，准备用高级弹，开始。在一次演习中，当时第27集团军一名叫做安国建的班长驾驶着208号战车躲过10枚蓝军导弹，连续击毁对手4辆坦克和2辆装甲车，然而对抗的结果还是红军告负。兵棋推演，从制胜机理层面把将军学员们的思绪引向了操控现代战争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这是一场由4万多名官兵参加的跨区机动战役演习，习近平亲自审定演习方案，方案明确要通过紧贴实战的课题设置，从难从严的临机导调，求真务实的演风训风，全过程锻炼提高部队遂行任务的实战能力。演习在陆海空天电多维战场拉开大幕，参演部队机动行程3万公里，军委领导通过远程视频系统对演习进行临机导调，要求部队不怕出错，不怕搞砸，不怕推倒重来。国防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首次向外国媒体开放，东南沿海的军事演习
成为敏感的记者们反复追问的话题。他们甚至关注到一个旅级单位的主官因为训练造假受到严厉查处。党的十八大以来，仅训练问责一项，全军就有600多名干部被取消拟任主官资格，推迟调职进衔，或受到处分追责。茫茫渤海，风景宇宙，这是一次风雨兼程的视察。2013年8月28日上午，习近平一下飞机就冒雨来到海军某舰载机综合试验训练基地，观看舰载机滑跃起飞、阻拦着陆训练。当天下午，习近平又赶往大连，登上停泊在大连港的辽宁舰。习近平详细了解武器装备性能，不断地停下脚步，认真询问一些具体细节。从习近平关切的目光中，官兵们深深感到，拥有了航母只是航母梦的开始。我们不仅仅是要解决有无问题，中国更需要的是能打仗的航母。日出日隐，潮落潮起，习近平亲临演训现场视察拳头部队，统帅的行动如同无声的命令，向各级指挥员传递出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强烈信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这里同新提升的军队高级干部谈话，勉励他们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加快提高打仗能力。能打仗、打胜仗，选将用将的标尺刻度必须清晰明确。习近平专门就军队选人用人向各级党委提出严格要求，把那些想打仗、谋打仗、能打仗的干部用起来，不能打仗、只想在军队混个一官半职谋取待遇的人，不仅不能提拔，而且要批评教育。2015年，党中央决定举行盛大阅兵式，纪念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习近平亲自决策，受阅方队由将军领队。时任沈阳军区空军参谋长的常丁球，作为歼十梯队领队，驾机飞过天安门广场。阅兵之后，常丁球出任南部战区副司令员。习主席嘱托，要高度重视联合训练和联合作战，要求我们加紧探索战区主战的新路径。我感到，主席最为关注的就是我们各级指挥员练兵打仗、带兵打仗的能力。只有打造后天的军队，才能赢得明天的战争。习近平说，现在不少人嘴上说的是明天的战争，实际准备的是昨天的战争。他多次告诫全军，我们千万不要做苏联话剧《前线》中那个固步自封的戈尔洛夫。战争形态不断变化，人才培养必须跟上。2016年早春，习近平来到北京西山，为国防大学的人才培养战略清晰定位，要把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突出出来，深入研究把握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规律。
根据习近平主席的决策部署，中央军委集中对全军和武警部队军级以上领导班子进行大范围考核，是否掌握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是否具备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被鲜明列入考核重点。用人导向是最根本的导向，一个个从实战化演兵场上脱颖而出的新型指挥人才被委以重任，向全军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战斗力标准落下去了，实战化水平提起来了。到西北大漠，从天涯海角到林海雪原，动起来，使起来，对抗起来。短短几年间，各军兵种远程跨区机动演习成为新常态。2015年最后一天，火箭军成立，习近平在训词中指示，按照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增强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加强中远程精确打击力量建设，增强战略的制衡能力，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跨过夜幕下一道道森严的岗哨，进入大山深处迷宫般的坑道，火箭军某旅官兵进入不分昼夜的战斗时刻。部队用作战的方式训练，用训练的方式作战。几十个日日夜夜过去，官兵们已经分不清白昼还是黑夜，他们的心中只有使命与担当。25摄氏度，各面板显示正常。火箭军，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大山深处的每一方阵地，都蕴藏着一个国家威而不怒的尊严。岩层下寂寞的长跑，换来的是长剑出鞘的血梦太阳。除夕的海南三亚，十里港湾渔火点点，不夜的都市霓虹闪烁，不远处的军港却是一片静谧。我们的战舰到哪儿去了？水兵又到哪儿去了？时刻准备起航，时刻准备打仗。在这个万家团聚的夜晚，年轻的水兵们头枕的不再是宁静军港的柔波细浪，而是浩瀚大洋的惊涛骇浪。然而，走向深海大洋的每一步都凶险莫测。2014年春节期间的一个午夜，潜行在大海深处的南海舰队372潜艇突然遭遇掉身。掉身，就是水下断崖，就像高速行驶的汽车突然掉进了悬崖。小的掉身还可以应对，而强度大的掉身，则是全世界海军的噩梦。曾经，一艘外国潜艇在深潜试验时，因掉身而失事沉没，100多名艇员全部遇难。372潜艇遇到的就是强度掉身，用不了几分钟，潜艇将达到极限深度，危机一个接着一个。主机舱一根管道破裂，海水瞬间喷入舱室。关键时刻，
指挥员王洪礼三分钟内连续下达几十道口令，各个战备官兵凭借训练有素的肌肉记忆，在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水雾中，仅用三分钟就关闭了大大小小近百个阀门，操纵了几十种仪器，一场特大险情成功化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指挥舱的指令就一起下，所以这个全艇的同志都一起动，关闭一些这个通舷外的阀，给咱们这个所有注水柜供气上浮然后再操纵潜艇保持平衡。大海仿佛有意考验这些勇敢的水兵，潜艇刚刚浮出水面，外军舰机就从空中水下跟踪而来，围追堵截。但从生死线上闯出来的官兵们毫无畏惧，一方面及时抢修装备，一方面进行战术机动规避，有理有节斗争，圆满完成任务。在用兵中练兵，在练兵中用兵。2016年7月15日，一张空军轰六 K 远程轰炸机飞越南海岛礁的照片引爆互联网。这张照片记录的是空军南海战巡的瞬间。其实早在一年前，我空军轰炸机就飞越了巴士海峡，首次进入西太平洋上空进行远海训练。当中国轰炸机第一次出现在这片陌生海域，外军的飞机迅速围了过来。最近的也就是不到10米，贴到我边上，脸都能看得很清楚。你盯着我，我盯着你，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完了，他把机翼掀起来，下面挂着空空导弹，他在向我展示他的肌肉。这种心理的较量是平时训练中所没有的，我一丝一毫也没有改变航向，继续飞行。后来我们去的多了，外军的飞机就习以为常了，远远地看着。铸剑先铸器，强军要强心。2015年初春，习近平来到满目春色的云南昆明，走进了原第14集团军的军史馆。在烈士王建川的遗物前，习近平久久伫立。这是19岁的王建川生前在阵地写给母亲的一首诗。30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山茶花绽放的时节，一场保卫边疆的战斗打响，王建川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清理他的遗物，战友发现了这首诗。放心吧，妈妈，我已经懂得了战士的含义。当还击侵略者的炮声震撼大地，妈妈，请你不要把孩儿惦记，不付出代价怎能得到胜利？战士的决心早已融进枪膛里，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习近平说，打仗从来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军人必须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和平时期绝不能把兵带娇气了，威武之师还得威武，军人还得有血性。硝烟散去，中国周边已多年没有战事，但强军征程上同样有军人的流血牺牲。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刀尖上的舞者。国际权威统计，
舰载机飞行员的风险系数是航天员的5倍，普通飞行员的20倍。2016年4月27日，一级飞行员张超驾驶歼15战机进行航母起降模拟着舰训练时，突遇飞机故障，在生死攸关的4.4秒，张超未尽最大可能保住战机，因此错过了最佳跳伞时机，壮烈牺牲。按计划，再有3天，他将驾驶战机真正到航母飞行。张超呢，来自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的部队，他先后飞过6种机型，曾经多次驾机驱离抵近侦察的外军飞机。就在他即将要提升副大队长的时候，参与了舰载战斗机飞行的选拔。他的面试是我跟他交流的，在面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这个舰载战斗机飞行很危险吗？你还愿意来吗？他当时回答得很坚定，他说我知道这个危险，而且我愿意来，我很喜欢干。噩耗传来，习近平在这位英雄飞行员的事迹材料上做出重要批示，要把张超烈士的先进事迹总结好，宣传好。发展舰载机对我们来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充满风险、挑战和艰辛。在张超的精神鼓舞下，他的战友们没有被训练当中遇到的困难所吓倒，很快投入到了再次的战斗。时针指向2017年元旦，我国航母编队开始了入列以来的航程最远一次训练，从黄海到东海，出宫古海峡，进入南海。张超的战友们驾机从辽宁舰跃入蓝天，空中加油，实弹射击。春去春来，高天流云，就像战舰留在大海上的壮美痕迹。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厉兵画卷展现在世人眼前，中国军队的变化同样引起了世界关注。不必过度解读，虽然国防部发言人的回应总是那么云淡风轻，但在各国同行的眼中，这些变化似乎并不简单。仅2016年，我军参加的国际比武、军事竞赛、中外联演联训就多达37场。Well, I'm in a very lucky position because I've seen two major PLA exercises. The Chinese military had mastered the art of using the digital systems to good effect, and they had been able to coordinate fire more effectively than they had.On the first occasion. At the low level, a lot of the skills and drills were much better. The soldiers were fitter, they moved better, all the small things were good. But actually what impressed me more was that some of the thinking had changed. L'armée chinoise a fait d'énormes progrès. D'énormes progrès, il n'y a plus de comparaison possible entre notamment l'armée de l'air, les forces aériennes, l'armée de l'air chinoise telle que je l'ai vue dans les années 90 et celle d'aujourd'hui. Nous avons maintenant des pilotes qui sont à un niveau opérationnel qui est absolument remarquable et qui n'est pas loin des meilleurs standards. 军队只有两种状态，战争和准备战争。从海上到陆地，从空中到空天，春有大练兵，夏有大海训，秋有大演习，
东有大拉链，经费投向投量，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人民军队的实战化训练唱响了四季歌。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北疆草原深处，从2013年初夏开始的实战化对抗演习，到今天还在上演，红蓝双方仍在较量。从各战区浩荡而来的参演红军，直到现在依然在为胜利而冲锋。战斗力建设永远在路上，战斗仍在继续，胜利就在明天。